什么？你也要唱歌？是呀、啊。你是讲正在产的迄个米会晓唱歌？嘿啊！骗笑的，哪有可能啦、啊？真是的啦，啊，无你来听看卖就知影。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我是妈妈。欢迎收听咪咪之音。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南洋电台。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那会播歌给大家听，嘛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咱的稻米，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分你等你的收听是迷你之音，每礼拜日的十点至十二点的 FM 107.3南洋电台，我是大迷。第二点钟的迷你之音，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很清新，每次今天的天气赶快春风在吹过来，很温柔的这个歌声是张柔环，一首演唱的《春风吹》，你的笑容真美丽。这么好听的台语歌曲啊，听起来真的是跟以往我们说听台语歌可能有一些比较演歌的啦，比较过去日本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这风格完全不一样，各有所长啊，也都有很特别听的这些特色，所以这种比较清新的风格、哦、当然我们就知道这种一些比较少年家会变出来这位少年家是什么人？严永能。严永能他的这个乐团、哦、很出名，叫做这个打狗乱歌团，打狗乱瓜团，乱瓜团，打狗就是高雄嘛。严永能这位歌手，那头毛有够乱，老人很长的头毛啊，不输淡薄 rocker 摇滚歌手的感觉，一点点把一些台湾农民的故事都写在歌里面。这首歌曲《春风吹》，你的笑容真美丽，歌词也就是严永能创作的啊，邀请这位女歌手张柔环演唱。其实讲到这个严永能的歌哦，咱常常都听得到在咪咪之音，因为我真爱播他的歌，那主要也是关系到伊关心的都是跟农村啊、农民啊，即个地方的故事有关系嘛。题材的部分题材很受吸引，也个有就是伊的旋律嘛是真受欢迎，真好，互人接近。袂讲可能伤过严肃，或者是讲伤过有个人风格，不太流行也不会。所以这是真正有创作才华，非常有创作才华的这位歌手，伊嘛是第2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得主。甚至伊嘛捌入围过这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而且伊唱的歌哦，甲这台湾农民的故事写点歌里面无打紧，伊拢设计走唱。你看麦阿公，你讲严永能，电视顶也毋捌看过啊。大米，你讲的迄个人无红吧？其实伊真红，因为哦，伊演唱的舞台拢是伫台湾国雄镇迄庙口，拢去迄庙口徛迄个庙口的舞台，惊个大阿吉大。派个大啊，然后嘞，一挂年轻人带着当地的村民唱唱跳跳，非常非常快乐。咱那是伫咧网络上哦，在被搜寻严永能也创作，也够也这个到各个乡镇庙口演唱的这影片拢看得到，真有农村味诶。严永能也名哦嘛。真复杂，啊，不过真有特色。严都是严格的严，永是。歌咏，咏怎么讲呢？咏就是一个言字边在一个永远的咏，言咏能，能就是能力的能。
咱讲到这种把农村故事写入去歌里面，那当然嘛，甲这位严永能伊家己想要甲故乡诶，即个心情想要保存落来，啊，甲伊透过创作发挥。迄个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嘛是有同款的这种算是脾气毛病一样，讲伊脾气毛病，迄个先嘛是无概念毛，因为啊，总是爱用家己。有兴趣的方式来表达讲要安怎，把咱的这呢这呢啊爱的故乡，把伊的这个特色保存落来，甚至让更加侪人、更加侪人知影。所以，咱非常非常开心邀请这位，这位先生，你，こんにちは。你是台湾人，台湾 ese 还是 Japanese？ 你今日穿安呢？我是宜兰人。啊，你宜兰。因为紫薇，你今天你打扮得很像日本拉面师傅。这不是拉面师傅哦，不是哦，我太外行啊，对不？啊，不过不是拉面师傅啊，不是这身的打扮是。哦，我现在今天穿的这个是日本的那个，他们叫金贝，也是他们日本的比较简便的那种和服，工作服的意思、啊。哦。然后通常他们穿这个是用马编织出来的衣服、嗯，然后再加上一个头巾。那这个头巾其实。一般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流汗嘛，然后传统人都会用毛巾绑一绑、嗯、但是它这个有改良过的，它是用材质比较快干型的、嗯、也就是现在年轻人要耍酷耍炫的嘛，然后会绑这个、嗯、然后很容易挤干哦，随时可以拆下来挤干，马上又再戴上去，类似魔术头巾的意思啦、嗯、对，这东西你去日本学回来的东西对不对？没不对。所以今天上节目要秀一下，等一下我会把今天紫薇的这一身行头拍照拍下来，改一些特别打扮公布的秘密之音的 FB 专页，让大家看看这个烟斗上今天为我们特别装扮。不过你说穿这身衣是日本人的做事的衣服，他们这么讲究做事就要有做事的衣服，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要穿这个？其实有些在农田里面做工，或者是说他们在农村里面，就是那些阿公他们那种，这种其实叫金贝这种服装，有点稍微比较正式，而且它其实很耐，它的这个材质很耐。耐就是耐操耐。耐操的，丢丢丢丢丢，嘿。然后那时候看就哇，这种服装好酷哦。对，那我们在农田里应该也可以酷酷的，而且这种其实材质很通风。对啊，对，很通风，用麻做的。对，看起来个性真隆重，要唔过佫怎样讲，也穿的应该是透气诶。对，系啊，很舒服的。很重要，透气，在农田里流那么多汗。你是有安生被打造那个宜兰农夫 style 诶，这个流行时尚，想要引领潮流是不是？没有，就现在系给农地那个重新关注农业嘛，那其实农夫也是。不能跟过去比，但是现在农夫应该是一种很酷很新。这其实在日本我有个体会是如果当你跟别人讲说你现在在种田，其实会有很多人关注你在哪里种，我可以去你农场看一下吗？你说日本人的反应吗？对，越来越多人反应说我想去你的农场看一下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嗯、哼这样子。所以农夫变越来越酷的一种形象、嗯、哼这样。你这个感觉是在日本比较鲜明，还是说台湾你也感受到了？其实台湾渐渐的也有，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会讲日本其实早台湾现代化早十年，对，所以它其实整个时代的这演进是比台湾快十年的。嗯，那在这个角度之下，其实我们台湾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返乡务农。那务农呢，当然我们都很好奇，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不会农务，可是正在学、嗯、啊，但是我们就会用。我们也没有过去那一些可能有一些农村时代的一些包袱，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融合我们自己的专长。那我们可能现在就有一些趋势叫半农半 X 出现了嘛，嗯，对，那就用我们自己的专长，再加上一点我们想要种一些菜可以自己吃，又可以跟土地亲近，甚至在不会种的同时再问我们农村里的阿公阿嬷，那获得一些资讯之后，我们就可以有对话的机会了。嗯，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棒，农村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年轻人世代之间甚至有小孩一起在田里玩的这个画面这样子、嗯、你知道我很羡慕你，因为今年过年我回家，我自己从小生长的那个农村已经不见了、嗯、就是家的地址没变，可是农村是完全不见了，都是工厂了。那种感觉就是心里稍稍的安慰是，那我过完年以后会回到宜兰、嗯、宜兰还是有我小时候农村的样貌还是存在，可是对你而言，这里就是你的家。是，你是宜兰土生土长的小孩。对。然后你现在用你的力量，你还是觉得你有机会可以好好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宜兰，我觉得可能过去时代吧，
大人都会觉得，哎，囡仔你去台北吃头路，靠头出头天啦、嗯。那留在这里好像比较不能做什么。那发现我们其实，当我们到外地念书，甚至我们也到，甚至去澳洲，然后到日本去，然后甚至东南亚到处跑、嗯。可是其实跑了那么多地方之后，发现其实还是自己家乡最美。不管你是食物、人情味，然后在这里的亲朋好友，你的小时候回忆就是在这里的。嗯、我们不是讲我们有一个俗语叫落叶归根吗、嗯？可能我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我们总是对土地有情感。嗯、你跑那么多地方回来，你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最美的。而且台湾生活真的很方便。嗯哼，你很年轻就开始到处跑，那个历程，那个起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应该先出去外面好好看一看，然后回来以后火力全开在自己的家乡，开始奋斗。嗯，对，那个起点是为哪里来开始的？其实，我之所以会去日本的农村去见学，其实也是说这几年来有我们宜兰的，当我们讲。最近的那个农地农舍的一些问题嘛，那农地为什么没有农用之后，导致现在很多的农田不见了，然后就变得是很多的这种很漂亮的房子这样。那我记得我其实是住在礁溪这边，然后我们小时候去学校上课，那学校在宜兰市，我们都要骑着脚踏车，然后经过稻田，然后你会吹着微微的风啊，有时候会有稻香扑面而来这样，然后就觉得那样的画面很美，然后经过宜兰桥到了城市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意象。那后来我们到外地去念书了，然后每年回来，那暑假的时候回到家乡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家里周边的这些田地一个一个不见，那变得是一栋房子。那房子其实可能围墙围起来之后里面不一定有住人，那即使周末会有人回来，可是这些人好像跟我们的这些村民的互动不是那么的多。那我就觉得我们农村不是应该要欢乐吗？大家一起欢乐啊，可你到我导游我就这里之类的那种那种画面，然后就觉得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后来就问一下，其实我们家小时候也有农田可以种，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一些经济因素之后卖掉了。反过来现在想种田，没有田可以种，那就觉得哎，我们农村有一个状况是年轻人都在外地了，可是谁在农村？可能是剩老人跟小孩，那老人家也是因为体力一天一天的渐减，那但是谁来接续呢？那最后可能就卖掉了，那卖掉是最直接的这种方式。那我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大的冲击，因为我觉得农村这环境我很喜欢，不管是蒙拉甘水口，或者是说你骑着脚踏车吹着微微的风，在稻田里抓蜻蜓，嗯哼，对。然后我就到日本去研想想，去那边住了一年，那我就锁定农村去观察，说日本的农村跟台湾的农村的一些生活上的差异，那有些哪些不一样讲。那获得蛮多的启发是，其实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很相近。饮食习惯、农业的物种，然后我们的农业的经营都是以家庭这种小家族的形态为主，所以很容易我们就可以从那里获得，哎，我们过去小时候我们台湾阿嬷那个时候也有受到日本的教育影响，对对，然后就觉得哎，我们还蛮多关联的，嗯哼，然后就这样，其实我们台湾很喜欢日本，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我们可以从那里获得一些更多的直接的启发，这样子，嗯、对。那回来就觉得真的很多启发，不管是食物来讲，例如说竹笋排骨汤，竹笋排骨汤啊，对，哦，像台湾蛮常吃的、啊，很常吃，很受欢迎的。对，因为台湾温暖，所以我们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不同种类的竹笋。那在日本来说，他们的那个竹笋，他们处理的方式是连壳，然后带着壳之后到一个大锅里面去水煮、哦、啊，说那连壳都去煮啊、哦。勒去煮，然后坑黑干辣椒去去那个苦涩味、哦，然后煮完之后呢，他就把那个壳去掉，然后把竹笋削片，然后就可能是包装、嗯，要是要炒的或是卤煮的这样。嗯、但是那一锅汤呢，全部丢掉。哦，那个是最好喝的。真的，我就那时候我吓到，哎、欸，阿妈蛋子嘞，就都买得可大塞。那个汤我咬了一口给他喝一下，哎、欸，甜的阿妈姨，说这个就是甜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们台湾的竹笋排骨汤，我们把壳去掉之后，先敲削片，对，然后就跟排骨一起煮，所以那个竹笋的那个汤的精华直接就在那个汤里面了。嗯，啊，我们再加一点盐巴就很甘甜。嗯，然后他就吓到，哎，原来台湾的竹笋排骨汤是这样吃的。嗯哼，对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同样一个食材，但是在不同的文化的这种基础之下，我们吃的方式不一样。嗯，然后我们用处理这个食物的方式也不一样。
那因为文化不同，就拒绝，这是很好玩，可以去做互相学习的地方。嗯，哎，文德西，你的日文怎么什么时候学的、啊？什么时候偷学的？你不是我看到你的那个个人资料里面，你很会，你会很多种语言，中文、英文、西班牙语跟台语。哦，好可怕，竟然会西班牙语。可是上面没有写日文啊！你去日本一年怎么过的？其实我之前也有在我们那里社区大学读日文班呐、啊。哦，啊，但是我感觉在咱家没有机会练习，嗯，所以日语就只会单字而已。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到日本那个环境里面去，啊，我有去念语言学校三个月，嗯，然后念完 I U will 念完了，好 OK，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生活上对话开始，然后就开始去打，不管是上打工啊，或者是说去农村里跟这些阿公阿妈聊天，嗯哼，啊，不过很好玩是他们日本的农村的口音也很重哦，嗯，而且南北差异又不一样。然后就觉得比较，但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日文，不管是什么，他讲什么就把它背起来，然后就开始像日常对话是 OK 这样子。哇，这一年进步神速，对不对？嗯、对日文来讲，可是西班牙语是不是忘光光了？没错，根本没机会练习。哎、欸，我这样心情就好过多了。我怎么可以这么坏心？因为太嫉妒人家怎么会多国语言了啦。所以你西班牙语是在求学的时候学的？对，西班牙语在大学的时候，嗯，啊，那个初中只是觉得那个打舌音，哦、但是我就是打不出来，所以确定，哎、欸，那还是放弃这个语言吗？然后基础会了啦，嗯、是会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最好用的，其实除了中文嘛，台语，那英文跟日文是在台湾我们最好用的语言，嗯哼，对，因为周边都在讲这些语言。啊，不过即马即拄啊好日本登来，即一年日本即马禁令登，什么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对吧？好，我马上要讲，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大家先听一首歌，等一下继续回来，靡靡之音跟方子维聊天，继续孙景青春帮音乐磁场，哇，好久不见的团体，孙景青春帮日本话变哪讲？哎。用没有挂之类，该翻译了嘛？不一定逐字翻。纯情的青春梦，日本表达怎么表达？日本语？这个好难啊！好难，对不对？就多么的可大塞，哇！刚才有几股。尊敬青春帮在一点二十五分的 FM 107.3南洋电台，我是大米，要go。Hello， 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等下改警告头，改趴落去，伊都会出声。紫薇，哎、欸，紫薇，你伫咧日本农村建学时阵，你拢安那介绍你个哩，用日文变啊讲你个哩名。哦，好，那练习啊，练习一下，呵呵呵。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方紫薇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我翻译一下为大家乡亲翻译一下。皆さん，就是哎，反正就是大家好，我是叫做方子薇。对，安尼尔。嘿，大家请多多指教。哇、哦，大家多多指教。我相信哦，听到这个今麦听这部的人，有太侪人拢听有这句诶，跟那大米的日本话较差尔，因为这个很常见嘛，很常用的一句话。这个、对啊，こんにちは什么的这些。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哦，可是你方子薇，你要是讲方子薇，你并不用这个日本名诶，称呼哈。其实。哎，当初嘛是用我用英文啊哈 ，Leo， 我 FB Leo 嘛，啊、然后他们都叫我 Leo 坤 ，Leo 坤，坤嘛，他们日本讲坤是在讲说，哎、欸，比较年纪小一点的小男孩，哦、oh. ，然后坤用讲，因为我看起来其实就像娃娃脸，对对，骗人的啦，三十岁啊啦，真的真的，三十啦，我母啊都是这样呢，你说你妈长得跟你一样、啊，我妈。这遗传到妈妈嘛？哦，好可爱哟、哦、！Leo 妈妈好，无地看妈妈，今妈妈地听下这无。Leo 困 ，Leo 困，真够水。你都讲有讲到啊，去日本的时阵，其实是要去找答案，嗯、是要对家己的家乡宜兰，身为宜兰囡仔，对农村家己有真想要做的一挂代志啊，带着你的问题到日本，想去找答案。嗯，你能讲报告一下无？你的带过去的问题，咁拢问出来啊，咁拢得到答案啊，有包括什么款的问题？诶、嗯欸，一开始是说我们很多的农田啊，变农
设起来，但是没有人住，然后就觉得为什么都变这样。那这是一个初衷，为什么日本的农村可以文化传承的这么的好，然后整个农村的意象景观其实就很舒服很自然，依着四季的变化走。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去日本很常去，可是我们都去片段，可能只有几个礼拜，而且我们都去都市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生活在那个地方，去感受它四季的变化。那其实发现日本的农村它的四季比台湾很非常分明，春夏秋冬。例如说现在冬天嘛，那冬天对日本来讲是全部大地是覆盖在雪之下的，大地是在休息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吃什么东西，这些根茎类的大根萝卜嘛、哦、然后红萝卜大根，对，大根，然后这些根茎类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已经加工品，例如说麻吉、过年就是倒麻吉的时候。然后现在像昨天刚好立春嘛，然后就是他们会开始吃那个烩方卷、哦、就是类似我们的那个寿司卷。春卷吗？不是，寿司卷。他的那个 Aho Maki 他那个是类似我们的寿司卷起来，用海苔卷起来这种的。然后他们要照着，他每年都会去算说今年要吃哪个方位，所以在庙里算出来之后，今天假设像去年是东南方，然后吃了东南方之后，你就朝着东南方把吃了那个Aho Maki 之后，然后他吃的时候整条吃完还不能讲话哦、要吃完，然后他们都会说哎、欸，好的往内，福气往房子里面进来，那坏的东西出去、对，这是它的一个传统。那春天吃这个东西，然后还有春天刚好是整个野草也开始滋长的时候，因为雪融了嘛、那所以他们吃的这些野菜，例如说春菜，就是会有点苦苦涩涩，也就是大地在释放它的一些能量毒素的时候、像那个菜的花或者是蕨类、这些春天在滋长的这些菜，那到了夏天之后比较热嘛，燥热，所以要吃一些会让身体比较暖比较凉一点的，例如说瓜类的降火气，对，降火气，像西瓜、等等瓜类的。那他们甚至也会做那个在农村还蛮出名一个叫流水素面的。流水素面，寿喜的名、素面就是我们的面线、哦、然后流水是他们会到竹林里面把一竹子从一根砍到杯子，砍到筷子，但是做一个流水道、然后把那个面线捏成一团一团、然后冲那个山泉水，然后就像滑水道这样滑下来，哇！然后吃的人要在这个流水道的两旁拿筷子去接拦截面线、然后沾在那个竹杯里面的那种柴鱼高汤里面去吃、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一种食农的活动。然后那秋天就是要吃一点比较甜一点，因为果子开始长，像柿子就是代表性的秋天的食物，都是很甜的这样。然后再回到冬天，一年四季的循环，这样子。他们确实每一个季节可以端出不一样的食农的这种特色的料理。对，那除了这个，其实台湾我们也可以说有啊，就是反正都有当季应景的东西啊。对，但是在农村来讲，你那种去看到他们保留下来那种可以不用过于太随着商业化随着全球化而被改变的那个，那些坚持是怎么坚持下来。像是日本他们也是因为说早台湾十年嘛，现代化，那其实我们很多人从城市回来之后其实都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甚至带小孩回归到田园里面去，那个意向在日本也很多人都是会回到农村去生活、那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强调手作，因为我们台湾这几年也是因为食安的问题嘛，那食物从哪里来，我们筹到源头去找农夫，那当然土地有一些问题，反过来我们还是自己做，又有另外一个手作趋势出现了、那日本他们很重视，不管你像我们的超市里面那些标签大部分都是电脑印出来的，对，可是在日本有一个趋势是农产直卖所，农民直接将你的食物送到农产直卖所，那这个农产直卖所也是他们都会挑选这些友善耕作的、然后但是就算它不是友善耕作，可能会在这里出现，他们会要求你用不同的颜色标签去标示你是什么等级的、然后让消费者自由选择你应该是想买哪一种的食物、那这里的标签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己用手写出来的，哇，
很有手感，很有温度。对，我们宜兰圆山也有曼岛直卖所，没错，现在就是在宜兰实现这件事情了。是是是，你也去过了吗？我去过，我去过。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氛围，很多东西是手做的，甚至是很多手工的菜，这些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性的，那在地农民用自己，他可能种植一些季节性的多余的这些东西来做成加工品，然后而且好玩的是，每个农村里的阿公阿嬷他们做出来的菜，就算同样的菜脯，每个人的手感、每个人的比例、什么盐巴、糖比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而且都很好吃。嗯哼哼哼，对，它没有标准，可是就是每个人的感觉这样子。嗯、你跟那边在那里生活一年，你待了日本静冈还有福冈，这两个农村，那跟那边的人，这也算蛮长时间的这样子的感情建立下来。在你离开的时候，你真的很舍不得的是什么？就是实在是会让你。不想回来的原因会不会有很大的理由？有一个，像我今天穿这套衣服上面有个小徽章，这个是一个五七岁小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徽章，上面写 Leo Des， 他做了一个徽章给我，然后用手亲自写了 Leo Des，然后给我。那这个小孩让我很印象深刻是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大的小孩，那小时候妈妈也是在城市里打滚之后，发现她想要让小孩子亲近到田园里，然后她就两岁的时候带这个小孩，然后到田里去体验农田、水田。嗯，然后当她刚小朋友刚踏进去到田里面的时候，她吓到，这个水田是冰冰凉凉，而且才站不稳的，所以她就快要跌倒之后就哭了。嗯，然后妈妈吓到，为什么？小孩会这样子怕这个田这样子，那后来经过一次两次甚至到了五岁之后，有一天突然这个小朋友告诉妈妈说，妈妈以后我想要种我们家自己的米，然后给大家吃这样，妈妈当场哭了。嗯，五岁小孩想到说他以后要种自己的米给家里的人吃。嗯，那后来前一阵子不是刚好有熊本大地震，那个时候我在九州的福冈，然后其实我们半夜都是被震醒的。嗯，那后来但是日本人他为了让更多的这些赈灾灾民，而且是小朋友，他们能够快乐的忘记一些不好的回忆，他们办了一个营队，然后我刚好是那时候去当志工，然后这个小朋友也有来参加。那在这个一周的这个营队里面呢，所有小朋友会在佛寺里面，然后有一些例如说刚刚做的流水素面，然后我们去河边玩，或者是一起手做一些食物。那在晚上的时候，当所有的小朋友在九点左右都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突然来找我说 Leo Kun， 然后我可以跟你学英文吗？然后我就说哇，大家都在睡觉，但是你想学英文，那我就说好，我教你十个单字，但是我明天要考试哦，就是明天要记得我们今天讲什么，例如说西瓜怎么讲啊，凤梨怎么讲之类的讲。那隔天在车上的时候，他就突然告诉我，跟他妈妈坐在同一台车，他在后面，他就跟妈妈讲说，妈妈，以后我想要去台湾念书。然后妈妈瞬间那个嘴角就上扬，笑了一下，哎，国中还是高中？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们因为在那里跟他生活，跟他有一些更多的互动，然后玩在一起，他反过来对我们台湾有兴趣了。嗯，其实农村很多人，日本的农村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的，甚至没有听过台湾。嗯，那我反过来，因为我们有一段相处，那我觉得，哎，我去跟你们分享我们台湾的农村经验之后，然后一起玩，反过来会让你想来台湾的农村来玩哦，甚至来台湾念书，我就觉得这件事真的很感动。然后如果哪一天他来，我真的要好好的帮忙他，带他去认识我们的台湾环境这样。叫他来帮忙捡福寿螺啊！说到福寿螺又是一个问题哦。对，在福寿螺，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是气候温暖，然后加上我们的人工的影响其实很大，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水中的有机物质很多之后，福寿螺大量滋生。但是有一次我在日本，也是福冈的比较南部一点点的县的市这边，然后农夫他们有一块田是从去年开始从那个杂草杂生之后变成是水田。嗯，那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去年时候，然后去的是跟他们一起做插秧的时候，那时候农夫突然告诉我一句话，哇，我们这里有田那个福寿螺，太好了。然后我就说福寿螺什么好，它会吃掉你的苗啊。秧苗，对啊对啊。然后他跟我讲说福寿螺会帮我们吃杂草，然后我才意会到，确实是他都会嫩的东西他都喜欢吃啊。嗯，那当你的田里面的福寿螺的比例比较少，
然后你的苗长得比较高一点，比较粗壮一点的时候，它根本不吃你的苗，它是吃你的杂草的，它反过来是益虫。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其实不同文化的基础之下，我们对于同一种物种，其实这整个万物都应该同时存在，它有平衡在嘛。嗯，对，那我们用人类的观点去看它，但如果我们多认识它，但我们环境友善一点点的话，万物都一起共存，不是很好吗？嗯，这也是我来宜兰农村生活之后慢慢学习到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太直截了当的想要答案，就说哦，那大哥，那所以这个是益虫还是害虫，我们马上就想要把那个生物区分给它贴上标签。可是这些友善耕作的人会教我们，就说没有一个虫是天生的害虫或天生的益虫。最可怕的可能不好就是人类啊！哎、欸，你说的哦，你说的哦。11:38，你正在收听的是《靡靡之音》。今天很开心跟方子维跟子维 Leo 聊天 ，Leo 坤 ，Leo 坤，嗨，日本话叫 Leo 坤，哦，实在是太好笑，哪会这个名啦？你是怎样？我感觉野心这段呢？哎、欸，为什么？野心，对啊，刚刚讲的这些，就觉得你在日本根本没闲着，然后不只要把想把台湾介绍给日本，然后自己又想在日本挖宝带回来。嗯、所以等一下这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谈紫薇已经挖了什么宝回来，然后现在已经在宜兰开始实践的这个计划有哪些？好，听这首歌曲《春风阵阵吹》，蔡小虎。是我最大的力量，有你陪伴，倒位拢敢冲。春风阵阵吹，看过去的风霜，一路行来，我做批评甲创伤。时间已经是11:42啊，在靡靡之音 FM107.3，大米甲紫薇今仔日车到天公山，直接陪伴大家。Hello， 都只诶，我一开始就甲大家点讲哦，今仔日紫薇打扮了非常有个性，而且是非常 Japanese 诶，Japanese Japanese 对，所以我就马上翕相啊，公布伫靡靡之音的 FB 粉丝专页，所以大家那真好奇，这个烟斗啊上，这个六捆，伊到底是什么装扮？今仔日来到靡靡之音，你会当拍开 FB 专页靡靡之音，你都看得到。真正有够缘投的啦！不过你讲这个 baby face 这个娃娃脸、欸、啊，来到去这个日本的农村学习一年，回来了，其实嘛融合了你过去澳洲嘛有游学，还、嗯、有打工游学嘛哦。啊，个其实你安尼走走嘞，你家己回来依然家己即马要做的代志，好一个名叫做世界农村，对，这真有艺术。世界农村，咱身为农村拢想讲啊，都、就是我生活的这个细汉的这个小小的砖头，无你是用一个世界农村给包起来，对，你是想要冲。什么？你讲，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其实我们现在在礁溪黄挂铲啊，黄挂铲其实是那个地方的旧村民，他们叫黄挂铲、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边能够把这个整个农村环境营造成是很多外国人会喜欢来这个地方一起，不管是玩啊、体验或是生活的一个世界农村。嗯，那这个出发点是讲，因为我去澳洲，澳洲两年，然后又去日本一年，对，那。之前的工作也是都会去东南亚这边，然后去那介绍我们台湾的农场，所以这样跑来跑去之后发现，其实农村有一个共通点，但是在不同文化基础之下，尤其我身为外国人，假设像我到日本去农村生活，我是外国人、嗯、对他们来讲，他们会很期待我跟他们分享一些哎，我们这有什么特别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对啊，像刚刚竹笋排骨汤就是一个例子嘛、嗯、那反过来我们前阵子也邀请了我在 Okinawa 认识的美国人跟法国人到我们黄瓜城这边来做一个礼拜的生活体验，然后他们也跟我分享说哦，我们宜兰的水田他跑了半个地球去旅行，半个地球之后发现这样的水田会有月光倒映在水田里面、嗯、甚至火车的倒影就像龙猫公车冲出来那个画面、嗯、它也是只有在宜兰而且只有在秋冬休耕的这时候才看得到，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确实是那个那边阿金老公阿在打钢矿那啥，嗯，但是你从外国人角度来讲它好多珍贵，而且全世界只有宜兰看得到、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多东西我们是平常看久了习惯了它就不特别了，
可是反过来从别人的角度来告诉你说他其实哇他好棒，你就会重新再想说哎，好像真的还不错。嗯，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邀请更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到我们黄瓜禅这边，然后就算跟我们一起生活体验，分享他们农村，他们在不管美国或法国农村的故事，那或者是回来教我们做一点他们的农村菜。嗯，然后我们也反过来也可以教我们的这些阿进阿嬷他们一些不同国家的农村菜的这样的互动过程来讲。嗯，然后增加我们这种跨世代，也就是说让阿公阿嬷有更多的话可以聊，麦公那笑脸让弟弟滑手机啦。然后记得那边阿进他们曾经有跟我们的伙伴黄轩怡这边有提过说啊，你在笑脸那让我们关心我们农村的代志啊呢。哦，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我们年轻人不是不关心农村呢。嗯，只是阿嬷你们当时的那个小时候生活的回忆，我们没有那样的经验，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农务的经验，那我们从小就被送到城市去念书了。嗯，所以我们生长的那个环境里面没有这个农村的部分，了不起我们就周末回来看阿嬷。嗯，啊，吃个东西之后又回家了。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农村里重新把这样子的记忆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是在我们自己的有一个伙伴叫有阿嬷驿站。嗯，他的阿嬷的古厝这边把它活化，这样之后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手作团，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分享说哎，我在日本学到的，例如说那个味噌，然后努卡之 K 就是米糠腌菜或米糠渍物。哦，这是日本农村自己都吞口水了，真的一讲到日本的这些料理。嗯，然后会是教他们怎么用手捏御饭团。嗯，对，然后这些手作菜，那反过来像前一阵子过年嘛，腊肉啊，萝卜糕啊，烟熏猪头皮啊，这个我们就跟阿静赶快学。嗯，年糕啊。对，反过来他们就觉得哦，您这少年那没办法过要教我这几步呢，这个手做的东西。嗯，啊，我跟他说哎，这烟熏腊肉啊，香肠怎么做啊，我觉得就很好玩，因为这我们都在吃嘛，反过来我们可以自己摸到食物的味道。嗯，对，然后再透过外国人的角度来，像我们之前也有邀请泰国的艺术家。嗯，那这个艺术家特别是农村里其实有很多闲置的空间，像那种什么农机具坏掉了，门坏掉了，丢在杂物间。老厝这边维修诶，啊，都坑底下灰嘞。对哦，对啊。然后，但是他的特别是，他都会捡这些我们所谓的破铜烂铁啦，重新把它做成艺术装置。嗯，然后再加一点颜色去把它调和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品。那他最出名的是把猫饲料袋再加帆布拼拼凑凑之后，然后做成一个背包。猫饲料袋哦，饲料袋哦，所以有猫的 mark 在上面。对，因为他很爱猫。哦，然后那饲料袋那几公斤五六公斤那种大饲料袋嘛，啊，剪一剪之后拼成一个背包，这个背包在泰国的百货公司上专柜的。嗯，一个要两三千块。嗯，对，然后就让我们很大的启发是，哎，我们觉得破铜烂铁，可是对你不同的角度，你的不同的专业角度，或者说不同的美学概念等等来讲，它就是变成新的东西了。嗯，反过来我们现在就觉得，哎，很多东西可以从不同人的角度获得不同的新的价值的。嗯，对，所以就开始我们自己回来找说我们的农村有哪些更在地的故事。嗯，那这些故事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可你知道紫薇，我来宜兰哦，跟在少年的也好，还是资深的小农做会，最常我们被问到的就是你以什么为生，你这样讲我都先挖。你一定也是常常的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是那你能活吗？你就这边做手作什么的那些，那你靠什么生活嘞？老实我认真讲是，我现在其实我给自己两年左右，我不会有固定的薪水。嗯，那这两年我就是要把我在国外获得这一些新的启发，然后回到家乡好好去分享发散。所以我们就很多想做的事情，我们有去跟文化部啊，或是跟文化局有去提案。嗯，那当然我们获得一笔奖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是，我在东南亚有一些启发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经济生活过得更富裕、更优渥，然后会比较方便。但是太优渥之后，反过来我们太依赖某一些，例如说科技产品、对机器产品，然后我们人的本能就被忘记了。然后我还记得我在菲律宾和印尼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庭他是睡在路边的。嗯，那睡在路边，但是他们还是会过得很开心。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当然我在台湾不可能睡路边啊，家人会担心死。嗯，但是我就觉得，假设我从今天开始我都没有工作，我什么时候会饿死呢？后来想一想，我在台湾我觉得我不会饿死。欸，只要我们工作不要那么挑，我们如果愿意种个田种个什么东西吃，打个工，其实我们都还是有收入的。对，然后
其实家人也不可能放你这么一个人乱跑，他一定会像啊，这回你假款啊，你帮我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其实我们整个农村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办文化，你要收割我去帮忙你，那我就请你收到个割稻饭，这样子文化在。我想要把这样过去的这种农村原本就该有的这种意象重新营造回来。那透过外国人是讲世界农村，但目的是希望让我们找回自己原本台湾自己农村的这个味道，这样子。嗯，对。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长辈们看你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做的事情，在家乡在宜兰然后这么活跃，那也接触这么多外国的文化，带进带出这些交流，他们怎么看你？你们会有一些有过什么比较不好沟通的地方吗？像老实讲，妈妈比较开明，说啊，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所以就是让你去吧。嗯。但是爸爸就会觉得啊，你去澳洲诶，人生地不熟，你卖起啦。嗯哼。那我回来之后就觉得，哎，你好像不错，长大了一点点。然后又要去日本啊，买啦，你遐卖起都无人熟悉，也无人给你叫狗。然后又，但是回来之后就觉得，哎，我现在在这里，我还尽量可以上电台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会去学校跟小朋友讲一些台湾跟日本两边农村的故事。嗯，那还有一些手作，透过手作让他们觉得农业是好玩的，农村生活是有趣的。嗯，反过来我们教小朋友，像例如说最近的做金枣架。哦，金枣的金马喜盛产期、哦、冬季的时候是我们宜兰的金枣大季，是，对，所以教小朋友做金枣酱之后回家跟家人分享。嗯，然后他又跟你讲说原来果酱这么简单，然后又可以跟家人分享，那反过来让家人也可以觉得说，哎，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帮忙做一点家里的一些食物的准备，这样子。嗯，那达到这种互动的功能，这样子。你到小学去做食农教育。嗯，对对，我去分享。那感觉到现在在宜兰的这些小朋友们听到你分享的这些东西，可能也都掺杂很多国外的，跟你对自己宜兰在地这么有热情，小孩子他能够感受到什么？他有给过你什么回馈吗？我分享，我们其实前上个月去北城国小这边跟小朋友分享做金枣酱嘛，那老师那边其实很用心，他们也在圆山这边认养了金枣树，然后就带小朋友去采金枣。嗯，那老师在教完我就教完那个金枣酱了之后呢，他也分享说，其实小朋友从一开始踏入到田里面去之后，开始讲，哎呀，这怎么那么脏，软软的，还有虫，可能有时候还有一些狗猫狗的大便这样，然后开始好恶心，然后两三次之后开始他知道。看到菜之后他会去摸它，然后就找虫在哪里。嗯，然后之后甚至去我们去采他们去采金枣之后，然后才拿回来要去那个地头要切片，然后再加上半糖，然后再加处理完那个果酱之后，最后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分一片面包再涂上自己做的果酱。哇，然后他拿着捧着那个面包的眼神，哇，我们付出一学期之后这个面包在我们的手上，很珍惜的那个画面。嗯，那个感动到就是我们这些大人这样子。嗯，对，然后就觉得其实小朋友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回忆过程，重点是那个过程。像我们说我们之前整理老房子有一个启发，我们在整理老房子很多东西就是杂物，我们觉得不要，要丢掉了。那阿公阿妈都会说买啦，这够他用，够他继续用啦。啊，对啊。然后爸爸妈妈会说啊，买啦，这拢断掉买新的就好。啊，反过来到我们的时候，因为阿公阿妈苦过来的嘛。嗯。啊，爸爸妈妈可能台湾前眼角膜的时候起来的。嗯。然后就什么用钱买就好。啊，到我们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要重新再把这些旧东西翻新之后变新的。嗯。那我就觉得，哎，好像我们应该要跟阿公阿嬷一起合作。嗯，然后把这些旧的东西找回来之后，跨世代合作，真的真的。然后就是让这些东西有新的价值之后，回去告诉爸爸妈妈，其实这些都很有价值哦，不要丢掉。哇，对，很棒哎。所以你们去小学做食农教育，这种各式各样的题材，然后深入这些下一代的心里面，嗯，他们跟阿公阿嬷会是以后也会是很好的那种阵线联盟。是，不要，因为宜兰也是很多隔代教养嘛，对，就爸爸妈妈都还在都市上班，小孩子在宜兰阿公阿嬷带，嗯，我自己知道就很多朋友是这样子，嗯，所以嗯，从这个小学开始，从这个小小的幼苗开始。对，把它植根，开始洗脑。其实用洗脑，也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是，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去参加这样农田的守护，或者是说，哎，
怎么它的无形价值在哪里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到日本去。嗯，那我如果我没有在世界这样跑来跑去之后，我就不会知道说原来农村这么有趣。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们现在要营造一些环境，让青年人或是让小孩子也喜欢在农村里玩，之后他可以跟父母或是跟阿公妈有同样的共同的生活回忆，之后他有对话，就不会那个代沟在了。那同样如果哪一天他变大人之后，他也可以跟他小孩去分享，对，在这个就文化就可以这样传承下去了。嗯，对，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嗯，我本来想要问紫薇说是什么一直支撑你 一直那个热力一直源源不断的能量，那你刚刚已经讲出答案了，是就是想到下一代，是想到他们，然后可以连接我们的过去长辈阿公阿嬷的智慧，我们那些古老的美好的记忆把它串联起来。嗯，好啦，那这件事情不会随便散了就对了。是，而且是很欢迎有人一起加入的，对不对？没错。对，怎么加入？像我们其实现在在刚刚说黄瓜产的油阿妈驿站这边，我们我想每个礼拜会在那边会有手作团，那我们就会在那边跟大家一起，你会做什么，然后我会做什么，大家一起来教分享。嗯，然后再邀农村的阿公阿妈一起来玩。每个礼拜都有手作团啊？我们其实是每个月会有两次的聚会时间。哦，然后就在那边。那除了说我这边是农夫日，我们还有音乐日。嗯，然后手作日啊，或者是设计日这样。今天时间有限，你刚刚讲到音乐日，我知道我一定要邀请仙女黄轩怡，邀请她上节目，对，然后再邀请紫薇，你们两个一起来好好聊游阿嬷驿站。好，游阿嬷怎么介绍这几个字，来最后几秒。游阿嬷驿站之轩怡的阿嬷姓游。那它很特别，是我们游有分方游跟柴游，游泳的游中间那个方改成柴，这个是那个村最大的姓。但现在的那个就是过去的不认识字，报户口的时候写错字，就一直错到今天。所以大家都姓方游了这样。哦，好，就三点水的这个游阿嬷驿站，艺术的驿站，然后每个礼拜都有活动，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加入紫薇的这个行列的话，也可以多多这个关注，这个也是 FB 就找得到了。对，打游阿嬷驿站就可以了。谢谢紫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靡靡之音，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